这个三岁半了。三岁半了。哪里？那他现在也就是一匹纯血呗。盎格鲁。盎格鲁啊。就是纯血跟那个。阿拉伯。阿拉伯配的纯血出的。哦，阿拉伯配的纯血出的马。这就是盎格鲁。哎呀，就那啥。三。就说他搞血。三岁多。对对对对。这个身价多少哎？不卖。能值多少钱了？就这身价，我出四万，就四万没卖，光血毛好了一万是吧？这马有速度，这马能跑得快是吧？骨骼长得好，哦，骨骼长得好。你看这跑得快的马是吧？屁股都大，红的可吧？是啊，看看啥？都不对，小雷，好，速度，啥一个拿来了，我先拿了。嗯，那老头光待见我了不？待见，他是你的。他说他想骑嘞。他骑嘞，他说他想骑，不敢骑。我这个马认生字，一般的这马们都认识。这个呀、啊，大爷看这马非常好，他想骑啊。来来来，快点叫叫起来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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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站一个东西才能上去。好，好你真棒，真厉害，你做到了。他心里惦紧张，惦记着骑马了。哪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啊？你要慢饿的话，我就进去。啊，你进去不？这你上进去啊？你都进去啊？一打。说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啊，今年多大了？六十多。六十多了。六十多还这么厉害，骑马。这么利索。二三十年没骑。二三十年没骑了。哎呀，想当年也是一个骑马高手了。骑马少年，想当年是。你骑的马家跑还不跑？你骑的马家跑。闭嘴！过来，虎。怎么能让他跑起来？来讲的还不错，来讲的哦，来讲的比较老实。哎呀，那个狗，找那个。你把那狗骂一句，让它别叫了。我呀。他一骂他就不叫了。我回来就。好，进。师傅，你也骑骑吧。好，一，二。我跟师傅也就骑驴差不多。那次咱也骑马了是吧，师傅？回了一句。走吧，喝水吧，过来，来吧，过来吧。过来，去喝水去。红红，哎，红红，那个叫黑黑呗。红红身上的毛啊，多钱儿？
这麻也得两万多。这个麻也是两万多啊？是保安挺贵的。上地里头。上麦地里头。那就没地啊，上麦地里头。不用喝水喽。叫上那个训练的这就啥了，这个至少身段也得。上麦地里。起来，现在是起来。啊。现在是起来嘛？有什么问题？吃了不少了，是不是也得去把那萝卜挖了？这都是两万多的马。啊，我顶上装。过两天正常涨，你顶涨的头比跑的费劲呢，还不顶了。顶涨的头不费劲呢。我不知道说啊。你骑黄鹂，我骑黑鹂。那黑鹂你骑不了，让黑鹂撂蹶。黑鹂骑了撂蹶子。没事。哎呀，大口水。年轻的时候。啊，过来。年轻的时候就。对，不要张罗，现在不行了。